得係咁多。自由，我失得自由，傷心痛心啊，眼淚流。得啊，得係咁多。周潤發先生，鄭裕玲小姐，係多謝多謝。好啦，哎，你知嘛 ，Dodo 發仔。你哋兩個真係好難請嘅，成好難可以見到你哋嘅，真係喺埋一齊。我好容易見到我哋啦，正話阿吳楚凡先生都有話啦，逢禮拜一至四夜晚黑11:55扭開電視機就見到我哋啦。不過楚凡叔就可以放心啦嚇，睇埋幾日就冇啦嚇，以後就係你嘅世界啦嚇。好啦，可以安心啦。咁啊，因為我哋而家嚟頒發最受歡迎男歌手同女歌手啊 ，Dodo 姐，我想問下你啦，你覺得一個成功嘅女藝人？應該具備一啲咩嘅條件咧？整靜啊，人哋講緊嘢，整靜，整靜，又做倒插隊啦，整靜唔該，乖啦，你先俾個信封我先，等我睇睇我係頒俾邊位最受歡迎嘅女歌手先，我先至講得㗎，係嘛？啊，果然係佢，就咁樣。我覺得咧，做藝人咧，最緊要咧就係要形象方面啊多啲變化啦，百變啦，係嘛？咁啊，宣傳方面咧都好緊要嘅喎。咁啊，好似呢位女歌手咧，最近咧啲新聞認真真係波濤洶湧啦。咁就至啱嘅啦。哦，即係相比起你之下咧，就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係一波未平一波起啊。哦，起啊，哦，起得好勁啊。原來咁。宣布啦呗。宣布啦喎。係啦，1987年度最受歡迎女歌星就係梅艷芳。Anita 妹。喂，唔使你啦，發仔。唔使你咁粗魯啦，借一陣用住先得唔得？哎呀，阿太后吉祥，你做太監啊今日？係啊，多謝你，恭喜你啊 Nita， 多謝你。係咁樣咧，係啦，87年咧，88年咧，你都可以話係心想事成啦，又攞咗影后咧，而家又即係最受歡迎女歌手，又有28場，好似有個新嘅花名喎，你叫梅廿八喎。梅廿八唔係唔知唔少啊？唔止嘅，我睇落三圍嘅問題咧，唔知點解咧？廿八係點解啊？喂，我都唔地除，不過我知道一樣嘢，我拖你出嚟有條件就錫啖先。哦，多謝，恭喜你，多謝你。梅廿八係點解咧？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聽？我唔知啊，啲稿係咁寫嘅。廿八場啊嘛。哦，梗啦，簡單啊。大家俾面啫，多謝你。不過我咧都聽見你有個花名喎。我又有個咩花名啊？你個名都好犀利喎。鄭九祖喎。哇！佢每日有九組戲拍喎。呢啲精神咧，真係我哋要學嘅喎。多謝。都仲咁好精神。大家俾面啫，大家俾。咁我其實咧。我在你身上都學了很多嘢㗎啦，唔係睇落都係你勁啲，睇落你勁啲，相反你勁啲，佢勁啲真係，旗鼓相當啦，係咪？因為佢勁，唉，都係五波啦嚇。好啦，跟住落嚟咧，恭喜曬你先嚇。多謝。誒，大哥到你啦，到你啦，我哋係啦，我哋女仔幾耐？啊，呢個揭曉咗。係啊。誒，呢個 ，OK， 睇睇先嚇。1987年度最受歡迎男歌星獎。大哥，呢個場咧，大家都係依香品影啊，即係你唔好咁大聲，好冇禮貌。我覺得你咁樣係好冇禮貌噶。我大聲講嘢唔代表我冇禮貌，即係代表我尊重呢位歌星咁解啫。哦，得唔得啊？得，我而家宣布得未啊？得，我講得宣布得啦，得啦嘛，好緊張。佢就係邊個？阿蛋啊！我唔係啊嘛，大哥，唔好玩我。我係阿蛋。少少。我係阿蛋。蛋即係以卵擊石，有冇聽過？即係阿卵譚詠麟。阿卵。又要拖佢啊？石啖先。冇得走啦，我知道啊！今年好啲佢剃須，我都石啖先啦。哎哇！多謝大家。哇！你換架一石係我冇，真係開心，真係恭喜曬，恭喜曬。喂，阿發哥，頒獎啊！嚇，你交下係啦。再一次恭喜你，譚詠麟先生。多謝。我哋細叔嚟噶。係啊，我細叔係，我阿叔係，唔錯飯喎。唔係唔係，我係喎。係你。好。我細叔都係。好啦，稅務局嘅朋友，四位最有錢嘅人咧喺曬度啦，你哋搞掂佢啊，嚇！要玩係啊，真係嘢㗎你。好啦，
唔好講咁多。追秀嗰雲，我已經夠瘦啦。表演啦，好唔好啊？表演啦，喂，表演，咁邊個唱先啊？猜啦，猜啦，好。我哋一人揸住一邊先啊，都唔該曬，幫你揸，幫手，唔該曬。佢次次輸俾我啦，唔爭在呢次。一二三，我贏咗。一三盤兩勝。咁都有喎，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嚟緊真係名叫叫矛盾嘅咯，我一二三，二三，我又贏咗，贏咗唱先咯，啱啦，梗係啦，我哋冇講啊，頭先冇講，贏咗唱先嘅咩？當然啦，但係我口快，我口快講下先，贏嘅唱先，好，今次讓你，阿媽，好，多謝，我哋再一次多謝周潤發同埋嘟嘟，多謝曬，多謝曬，再一次恭喜梅艷芳同埋阿倫，梅艷芳而家要為我哋表演嘅係。胭脂扣誓言幻作烟云渐，挥尽千般相思，情像火灼般燃，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容易。抚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多謝你掌聲，譚詠麟。愁云阵阵，愿去找一个相恋替身。每夜里寻热吻，终日胡混混，遇上他交出我假的爱心。在那刻心想过，不再真心，但求抽取片刻的兴奋，但亦会碰上他，再度迷惑我的人，假面真爱仿若半情之分。快车不知道终点转圈，冷又暖，仍望见街上人群混乱，
别了他，心中却依依恋恋。在那刻心想过，不再真心，但求偷取片刻的兴奋。但竟会碰上他，再度迷惑我的人，假变真爱，仿若换情之分。他深入我心，多么真挚的吻，他抱着我身，谁人愿变身。1987年度十大劲歌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最受欢迎男歌星谭咏麟，再一次恭喜你哋两位，恭喜晒！跟住荣誉大奖同埋金曲金奖，立即要为你哋揭晓，唔好行开。是时候咧，就系颁发呢一个荣誉大奖嘅时候啦。咁啊，呢个荣誉大奖大家都知道啦，就系颁俾对乐坛有贡献、推动乐坛嘅朋友。咁啊，过去三届咧，分别就有徐小凤、罗文同埋许冠杰咧，就得到呢个奖项嘅。咁到底今年又会系点样嘅情况呢？好，而家我哋敦请广播事务管理局主席李鹏飞先生为我哋揭晓同埋颁奖，有请李鹏飞先生。榮譽大獎喺呢度，麻煩李鵬飛先生幫我哋揭曉。1987年度勁歌金曲榮譽大獎嘅得主係《地球大合唱》慈善大行動。唔該曬李鵬飛先生，《地球大合唱》呢個慈善大行動，《地球大合唱》咧就由顧嘉輝先生作曲、監製同埋編曲嘅。咁啊，林振強填詞，而全港嘅39位歌星咧，就係鼎力支持同埋唱片公司啦。呢個慈善大行動，所以係應該得獎嘅。咁我而家就係請顧嘉輝先生同埋葉麗儀小姐代表台前幕後嘅所有朋友領取呢個獎項，有請兩位。唔該，李鵬飛先生。